Document Manager 可以对用户手册及软件应用笔记本等进行整体管理，提供快速检索功能。点击 Document Manager 即可显示文件一览，选择想阅览的项目，左键单击就可以进行排序。文字检索功能可列表显示包括对象字在内的文档，显示相关页。